我现在觉得这几个宝贝们，现在喊的那么开心，待会儿得怎么地呀？是，比赛还没开始呢，我们应该有4轮比赛，小心。对，有他们瘦的时候。平均要用力自己的力气，好不好？第一关我们要进行的是百米赛道，因为每个人都需要进行一个赛道，除了我们俩。所以我们俩得先体验一下，是吧？对。你知道什么叫体验？就是没有办法，就享受全程，就是局部，你知道吗？好可惜啊，今天有些遗憾，对不对？局部，来吧，来吧。 上那个赛道必须要脱鞋，朱丹，你这身装备在家这个背心再脱了鞋，简直了！你可以下地了。哎，这样好不好？哎，我是接地气闻名的。丹丹是，你握握手，我跟你讲，丹丹是我主持这么多年最喜欢的一个搭档，所以我希望跟你一起来踏上这样的一个舞台和赛道，好不好？这真的不是我的心愿。一、二、三，哇！ 看的都好疼啊！走开，让我！哎呀，哎呀，这么硬的你脚还不痛啊？你是不是脚底下有鸡眼啊？而且我脚剪多，你知道吗？我走路我经常都赤脚，是他的脚气包围。看好不好？石头剪刀布，我用脚啊！石头剪刀布，我去！ 石头剪刀布，我去！别紧张，出血了！哦，第二，哦，快打幺二零！快！哦，哎，都赢了！小兰，由于主持人上期观众，我们换个主持人好了。第一轮马上要上场的就是单支队，对，非常遗憾，你们的队长确实没有什么表现能力。这脑子方面呢，确实也稍微没那么快，所以接下来呢，要告诉这一组啊，首先要接受一下的挑战呢是非常非常残忍的。 残忍是因为呢，别说了，好像你们不用跑一样，我们只是先跑。也许你们跑完之后比赛就结束了，我们今天就进下一轮了。天黑了，真的是还是有一些奖赏奖，惊喜给你们，这有4张卡片，是奖赏吗？这4位宝贝就是你们自己来抽，然后但是呢，当中只有1双袜子，就是奖励。另外呢，还有一副铅带，就是让你们更加负重。那另外两个就相安无事，就看你们自己抽了啊。就咱们别在这个区域了。 跑就不容易了，好吧，没事。我负重轻嘛，我负重相对来说比做一个男人运动员换来咱俩换一下的，不是吗？你们可以这样，刚才那只是我们两个队长的小小的较量，那是已经是够痛苦了，是不可能完成。我觉得，来吧，队员们，你们有信心吗？没有。太好玩了，要的就是这个场面，来，一起进入我们的百米赛道。 水哥，水哥，是这么走？啊，这么走？啊，这么过吗？是也在这儿，这么过去？水哥加油！水哥加油！加油！水哥加油！水哥，二一。 25米了，加油冲！拉下裤子，拉下裤子！不，我知道咬着吗？咬着你怎么吃饼干？不要咬！哦，这个最难。
这么滑呀、啊！会不会他跑完我们的道具就？水哥保护道具！水哥，水哥，干嘛？那如果一直吃不到那个，一直跳，一直跳吗？加油！水哥，天要黑了！关注好变态啊！ 轻巧一点，像先去探探。不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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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
水哥，注意时间。哎呦我去！这个真的很痛。水哥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水哥加油！是炸油条还是炸的？是的。你也感谢你支持肉，还能保护着你。你出去吧，陈博士。 水哥加油！加油！最后一点点了，已经75米了啊，75米了！加油！注意时间！半分钟了，抓紧！再摇一下，走一步！哎，这个怎么？